将军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别看我，我好不容易忍住了，你再跟我要苦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万山利用自己的职权，对唐鑫进行了性侵犯，犯罪地点就是万山办公室那间带着密码锁的休息间。嗯，唐鑫给你的证据和你拍的视频呢？在我手机里都让小混混抢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好好在家里边休息，公司那边我去帮你请假。还有。万山唐鑫的事情你不能再插手了。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不行啊？你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还想管这么危险的事情？谁说我自己照顾不好自己了？那个小混混他也受伤了。将军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哪个混混还在街上去抢钱？那混混很明显就是万山派过来针对你的。你现在和唐鑫的一举一动应该都在万山的监视当中，你如果再去接近唐鑫，只会让自己更加危险。不是，那也不能放任这件事情不管不顾吧？那也轮不着你来管。那我也用不着你管，我自己会把。